因为在外面要维持大家的公平和对等而不断的克制自己不去发脾气，结果回到家里以后，家变成了你的战场，与家人相处压力很大，而且伴有冲突感，可能忽然决定从家里搬出来。月亮和天王星合相在牡羊座，与火星、冥王星及水星形成了 T 三角，在显示自我的竞争力和身份的时候，受到婚姻或者是合作关系的牵制，并且与维持表面的平衡以及为正义和公平而抗争之间相冲突，并可能会引发传统架构及权威的危机。但是强调自我、突出自己的竞争实力却有助于追求人生及追求信仰，但可能会因此而忽视内在的一些价值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